我们现在在外埔的郊区，今天要卖全新的，正在盖的透天，还蛮便宜的，只要1200多万，是1266万，它其实它这边总共7户啊，这一户卖的比较便宜，那这边算是郊区，大概距离后里，力保5分钟啦，后里交流道6分钟。后里科学园区12分钟，那基本上它为什么会比较便宜？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路冲，这边有一个路冲，它刚好这路冲这2户就比较便宜一点，那它这边旁边也有卖建地，建地它一坪，大概15万，那边的建地大概一坪15万，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边的透天会比较便宜，因为它的建地不贵。建地不贵，所以它卖的比一般的全新的透天还要便宜一些些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，来找我一下，这是建商的房子，不是投资客的，直接我们就是对建商，所以贷款成数应该会比较高一些，那希望你会有兴趣，这边其实是观众，算是观光点啦，一个观光点，那边有一个农夫假日市集，我们那边也有一块地啊。对啊，就一坪15万，一坪15万要卖70几坪，1000出头万。有兴趣赶快来找我一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